OK，欢迎到 Morning Call 时间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继续玩调色盘。好 ，Forget Me Not。好，好，那么，好，那个，大家看到刚刚那个视窗跑出来哈，那公司跑出来啊，要跟之前讲的一样，就是怎么讲呢？就技术的改变啊，造成很多很麻烦的地方。好，那事先讲过，不再赘述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哦，继续这个其实挺困难的解谜游戏。我复习一下，因为这已经是一个礼拜前的事情了。一个礼拜前的事啊，不过因为我之前有在稍微看一下自己的东西哦，所以多少还记得一些红色轮廓。好，目前中间空了一个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跳。有省略掉什么东西？好，我们继续吧。好，那么我先探个路。我记得我们应该是有到，我们上一次最后是到一个庭院，应该说是到一个阳台。在那个地方呢，我们有到阳台的地方，我们有到一个红色轮廓。哦，那有些地方慢慢的拼凑出来了。好了，虽然讲的好像刚玩一样，不过其实事实上只有录第二次哦，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出了一些意外，所以就重录了。那其实也好了，因为第一次其实整个20分钟都是卡关的状态哦，所以这样重玩是也挺不错的。上次好像是到这边吗？哦，不是要到这里来，哦，就没了。对，目前的能出来这边，然后我们其他地方好像都跑过了，所以这边的谜底要解。想想看。有一个黑符，没想到啊，不小心就，没有想到，因为其实它每一个恢复点恢复的数量都不一样，那这个刚好可以过来，二，这好像不够啊。哎，有了，恢复，好，正好。我记得这人总是戴着帽子，总是戴着黑色的帽子。这个人是我的，你的，灯。哎，好像变得很多哎，恢复。哦，这边就空了。夕阳。帽子。对啊，帽子跟红色领带不一样。帽子，所以帽子是黑帽子是人哦。我爸直接回去，好像不行哦。酒，我想看可以去哪里。等等，黑帽子的话，我想这个人是不是？先。哦，不是，我想多了吗？哎，也不是，哎，跟我想不一样吗？哦，哎，有四，
哦，有有有有有，然后，哎，本来就有嘛，搞什么？哎，这还是没有线索，这还是空的。黑帽子，黑帽子没有新线索吗？啊，还是说这个人是吗？啊，果然是，对，哦，この人は。等等等等，这个语音，我把声音调大一点哈，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个语音。この人は私の父です。好。いつも帽子をかぶってたんです。家の中でも食事中でも帽子をしたままでした。いつも父は私に謝ってばかりいました。いつも家を留守にしてすまない。一人にさせてすまないってそう言っていました。最近どうだ？友達とは仲良くしてるか？何か悩み事とかはないか？すまないな。でもお前もいつか分かってくれる。父さんがしている仕事の大切さが。我是不是正好得到一个情报，是黑帽子是他爸爸。好，我们把这语音调回来，因为声音其实还蛮大声的。好，那就一样置评吧。OK， 我其实刚没调多大声的，其实。好，那这样我们得到情报，欸，有了，多了一个。烛光，哎，欸，哦，两人，是吃的，吃的。用餐的时候，他总是这么，哎，欸，另外这是红色人，红色人。沙桃用餐的时候，他总是这么说，沙桃好像放太多了，他是这么说的。好像会让我听见一般的自言自语着。欸，不喜欢吃甜的哦。没有了，那就还原吧。我是从这边来的吗？哦，是。这包贴什么东西？月历吗？我看一下哦。黑色帽子，关于父亲的记忆，但为何他的声音为何？但他声音为何如此模糊？而大堂戴黑色帽子，这行为有何意义？他又如何看待自己父亲呢？问号，录影带，所以这空格是录影带二的意思吗？马尔西特克里姆，还是有追思遗产而已。哎，给点提示啊，没有，好，没关系。有点进展哦，我先存个档好了。九的话，多了一格，应该可以。还可以去哪里？想想看。
这怎么看都报纸吧？没有哎，这猫还是狗？没有，没东西。好，这条线是不能走。这个，好，得回去。左边的线想看，右边的线这边，右边的线已经过，所以现在应该看左边的线。还是不行啊，有九个还是不行啊，这边应该是超重要的剧情吧，那个障壁也太多了啊，怎么上去，真是不能上了。这里的话，有了，开路了，墙上的字，墙上有涂鸦，红色喷漆写了些什么呢？杀人犯，赎罪，动物，什么动物呢？好像是个小孩子 ，so god， 动物吗？这边又开了，恢复点，好多路都开了。这次好顺畅，某个夏日午后，这是什么纪念碑吗？目前这边应该是没有得看吗？我现在知道要技巧的那个，要技巧使用恢复力。二一二，有了。猫猫吧，对啊，白猫呢，不会动的猫，全身冰冷的猫，在某处面对动也不动了，再感觉死掉了。猫的记忆片段。今天好顺哦，哇，可以这么顺畅，所以之前卡就卡在那个地方，就是我一开始破那个地那个缺口，因为我之前说我重录那里，就是我整20分钟没有走出去，就没有想到那个东西，啊，居然这么简单啊，真是。猫的话至少可以去信箱那边看一看。どうした？今声が聞こえたが。夢を見ていたの。夢？夢の中でね、私は目が見えなくなっていたの。どこに何があるのかわからない真っ暗な部屋の中で、私はたった一人でいたの。誰かの声がしたわ。遠くから。私を呼ぶ声がしたの。その人の顔も姿もわからなかったけど、不思議な気持ちがしたの。不思議な気持ち？不安が薄れていくような不思議な感じがしたの。そうか。もう大丈夫だから。安心して眠りなさい。じゃあ、父さんも休ませてもらうよ。もし私の目が
もし私の目が本当に見えなくなっても、父さんはそばにいてくれる？BD， 我听得见吗 ？BD， 请继续下去吧。哎，这边也开了一个，那从这边先开始好了。时隔了，哦，那剧情等于是刷到一半了。哦。完全没有，哇！这根本最这简直是，这那是最终关了吧？最后线索了吧？看一下，猫哎，猫是问号，黑帽子，谜样的红色人。好，没事，过不去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去黄昏的庭院。哎，我有点忘了在哪边呢，糟糕！哦，在这么关键时候，忘了怎么走，忘了。啊，就这里没错，没错。找到了，院子里有只猫，虽然不是我养的，它却一直待在这儿。尽管完全不肯靠近我，但我还是很喜欢看着那只猫。哦哟，从跑到我的荧幕上，糟糕，我弄掉了。因为我常独自一人，所以有谁在的话，我想当时的我肯定很想要和别人在一起吧。好。关于猫，哎。过不去，大妈一呆。关于猫，我记忆还有一个，我去探索那边好了。所以我要记一下路，我应该是还记得啊，完错，不是这里，错。啊，糟够吗？有，够。赎罪。猫死了？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呀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？猫死在他们家里。刚刚那字跑好快哦，根本来不及看呢。好像是个小孩子。什么？是这小孩杀的吗？可恶！怎么可以杀小动物呢？纪念碑这边是无辜。好，可恶。哇，这里是闯了过去。等。存个档，这存档就比较麻烦一点，因为这边它要读记忆卡。对，虽然记忆卡虚拟的，不过它的记录时间还是跟真正记忆卡一样久。哎，也没有，好像也没有跟真正记忆卡一样久，好像比真正记忆卡坏吧？我记得 PS 的记忆卡还蛮慢的。好，其实也20分了，差不多。那今天正好，今天非常充实，好难得，我今天居然。玩得这么顺畅，我觉得是太意外了，非常的意外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到这边结束哦，非常开心啊，对，今天玩得蛮好的。
好，那么下一集呢，再继续探究这个推理游戏。好，那么 Morning Call 时间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